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，然后我现在是大三。那我当初其实会报名托福考试，就是其实我是因为我要去交换的一个标准，然后所以我才来报名这个考试。因为当初我考试之前，我的多益大概是800多分，然后是高中的时候考的，然后其实是离还蛮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报名了48周的考试，就是想要在课余的时候花比较多时间去，比较少的时间，然后可以拉长时间去准备这个考试这样子。然后我的分数是90分，那我里面最高的分数其实是阅读，然后我阅读是拿25分。那我当初其实阅读是我的非常弱的项目，那在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我其实在无形中练习了很多的单字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讨厌背单字的人，因为我的听力跟阅读成绩在多益的时候其实差了大概60几分，其实差蛮多的。那我导师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老师会补充很多同义字之外，从简单到困难都有。那我们除了把它抄下来之外，其实上课可以尝试更大声的把那些单字讲出来。其实你会在写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写在笔记本的东西。那如果你念出来的话，其实你也会听到你自己在写的单字。那其实将会加深自己的印象，然后你可以在无形之中其实可以扩及比较多的单字库这样子。那另外老师上课的解题的技巧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老师我们在看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看问题之外，可以拿回去对上下文之中。这样子老题目其实是非常的快，你不用整个文章都在看一遍，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，然后很没有效率。因为我们知道在考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，然后你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时间都在跑，所以其实是你要把握怎么去回答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另外我在准备口说的时候，我自己有找 partner， 那我们是自己私底下的话会去练习怎么回答问题，然后他会给我意见，我会给他意见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个 feedback。 然后因为在课堂只有练习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少，所以是很建议大家就是课余之外可以去找其他人练习。那在听力方面的话，我自己回去的话，我会找自己的 TPO， 然后我会去把一些老师会建议我们自己去听一些音档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听到的字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下来，然后你去练习更 precise 的知道那个老师是那个音档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可以增进自己听力的能力。那另外，在写作的部分其实是会建议，就是大家可能每一周都可以交那个作文给老师批改，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，因为我的外务比较多，所以我没有每一周交那个作文，所以我的作文成绩其实是在里面是比较低的，那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对我来说，我其实原本设定目标是80分，就是能够去申请交换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我现在是拿到90分，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的成绩，因为我大概只上了1/3的课程，我就自己去考试了。那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不用太担心考试是怎么样，就是你就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其实你可以放胆的去考一次试。其实考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那我考完的话也觉得原来考试就是时间是这么长，没错。那可是中间的一些东西是不如自己当初想象的这么困难。然后所以也鼓励大家就是上课上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其实可以去报名一次考试。然后再找出自己的缺点或自己的弱点在哪里，然后如果你的目标还没有到的话，那就可以再考一次。那这样准备起来的话，其实是会比较好的。那祝福大家。